感谢牧师所要给咱传讲，谢谢，是上帝伊的名伊的听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原本今仔日是中华的林牧师，我不甲伊交换讲台，但是我之前甲伊拍电话讲，麦来麦，林牧师，咱家己的教会，咱来执行咱家己的。今仔日咱教会有真侪代志在做，所以这个是临时的一个调动。今仔我用这个题目，宣扬上帝伊的名。甲伊会听，今日咱是特别纪念台南信仰院的主任，台南信仰院伫咧训练所有的传道者，因爱受装备，然后受车出去，伫各所在，甚至到伫全世界，上帝因出的所在伫遐伫咧布扬，叫一位上帝，咱所谓布扬的这个上帝，到底甲这世间有遐侪神明，咱的上帝甲这的神明有啥物特别无共款的所在？因为咱这常常拢中华是一个真特别神明真多。这个拜甲一挂社区的人斗阵食饭，然后咱这个桃园里的里长。就讲王牧师，哦，伫阮迄个巷仔，干那伫阮这条路啊，安尼在做几百公尺，都有三十几间的庙寺伫遐，各种无同款的庙寺。即摆问题是，真侪无同款的心灵的中间，咱你我咱心内咧相信的迄个上帝，到底是倒一位？甲因有啥物无同款？因为今仔日，咱都倒转来伫咱的信仰的本质。你我咱的超车，你我咱伫个性格的这个上帝是独独迄个创造宇宙万面迄一位，宇宙万面甲生命的自主迄位。但是这个上帝，伊既然是宇宙万面的上帝，所有物件对伊来创造，咱是比作哪样？将比作的人会当了解迄个创造伊的神啊未？会当回答，这个岛啊是师父所创造，这个岛啊有法度通好了解创造伊的迄、那个这个咱们讲师父啊无？这个花干，咱遮的所有遮的物件，拢是人的手所做，人的手所做的有法度通好理解创造伊的啊无？迄个有一个真大真大的距离，而且有两个人，两个青年的，因出外惊去碰到人，还是叫人碰到，所以中间就一个夹拐啊，咱知这青年人出外夹拐啊，咱常常会当看到，爱就夹一个拐啊伫外口，他妈一个拉进进，后来叫另外一个人碰到。这个夜观的这个就开始话讲，你是痴迷无看哦。另外，伊咧讲，你是痴迷无看到我痴迷夜提一个灯，咱这个家你太来弄我。因为两个痴迷人，因所看到的世界，两个痴迷人所望到的世界，绝对是无完全的世界。你我，咱要了解这个创造宇宙万面，搁创造生命的上帝，请问人有法度通好了解迄个上帝啊无？会答袂答？袂答。注意哦，这句话那是真，所有包括牧师，包括所有新人的教授。因伫咧描写的上帝，会当描写到真清楚啊无？会当啊无当？袂当。注意切记即句话：你我咱若是受上帝创造的，咱就无法度通完全了解上帝。
所以拄则咱伫咧启应文的时，咱就讲上帝的路较宽过咱的路，上帝的意念安怎较宽咱的意念。所以你我无论你受过偌侪训练，无人会当完全了解上帝。那即句话是真，安尼咱拢是爱真谦卑，咱拢是一个亲像青年人伫咧望即个宇宙万面的造物主。咱伫咧望，咱真敬虔伫咧望，望着咱就将咱望着甲别人分享，敢若是咧分享呾听。所以无一间教会，无任何一个牧师敢讲，我即句咧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。No， 无论你安怎讲，上帝意念拢行过你的意念，上帝路拢宽过你的路，上帝的声音比人的声音较大较济。所以无人会当讲我的上帝是真诶，我的上帝是完全诶。No， 咱拢所以上帝到底人对上帝理解了解是安怎，渐渐伫咧进步。渐渐地咧进步。有一摆摩西，伫咧对上帝讲：“你予我来担遮尼大，我担袂起啊！但是你到底上帝啊，你嘛较拜托个，求你予我看见你的荣耀。上帝啊，求你予我看见你的荣光，将你的荣光予我看。”但是上帝回答伊两句话，第一句话，上帝讲：“我袂当予你看到我的面，因为既然看到我的面的，会当活袂当活，就无人为我。既然看到上帝，无人会活，所以你袂当看到我的面。第二，你会看见我的。”甲只听，但是袂当看到我的面容。人会当看到的是上帝，甲只听。人会当看到的是上帝影。人会当看到的上帝，拢是一部分的上帝那点。伫遐也阁都爱有加上真侪的 imagination， 真侪想象，去补补你唔知的另外一面。所以，请问，人会当甲上帝请一个上帝来拜阿话，会当阿话？袂当，因为无人完全了解上帝，所以基督教就无有上帝的像。但是妈祖有像啊无？因为所有的神明，若用人的手去做伊，人就比迄个神明较大。独独咱的圣经这位上帝，伊讲无人看过我，无人捌我，无人了解我，因为我的意念、我的心思、我的道路，拢比恁遮的是我创造的较悬，所以恁无资格，恁袂当来敬偶像来拜。而这是咱的上帝，甲其他的上帝。无同款的所在。那咱伫咧讲这个是今仔日是咧训练新学者的纪念组织。那咱训练出来的新学人，要用什么款的态度伫咧看这个信仰，还是用什么款的态度伫咧看面对这个上帝？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的百姓。”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我实在看见啦。因受毒工，怎样压制所发哀哭的声，我拢听见啦。摩西啊，我要找你，我要找派你去带我的百姓出来去。哇，这个胆真大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30年啦，大家人真艰苦，受埃及人怎样吞打。求目屎准饭食，上帝发声讲：“摩西，摩西，你来，我要找你去。
去带我的受苦的百姓出来去。摩西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你嘛甲拜托嘞，我讲话大字大字，啊，我这行无好，我那行无好，你嘛去叫别人来叫我。”上帝讲：“就是你。”摩西甲伊讲：“上帝啊，你若是真正你要找我去带这爱这以色列人出来去，那安尼你嘛甲我讲。”讲到底，我要甲人介绍的，迄、那个祖先的上帝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找我来，啊，因来问我讲，啊，迄、那个上帝叫啥物名？啊，请问你嘛甲我讲，上帝啊，你的名是啥？因为咱大家人唔通想讲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创世纪，我上帝的名，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唔是安尼。咱怎创世纪出来几笔下一下，下一下，创出立民生下一下，摩西下 ，OK， 注意哦。咱咧讲创世纪出来几笔，第二期、新年期，这拢是摩西下。摩西伫这个家里咧问上帝讲，上帝啊，请甲我讲你的名。安尼摩西捌上帝啊无？摩西有捌上帝啊无？唔捌啦。摩西唔捌这个上帝啦，是这个上帝呼召到伊，是伫这个摩西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伊伫咧体会到底这个上帝是啥？因为注意一项，你甲我咱的人生。咱拢渐渐一步一步，伫咧甲上帝相应。伫你我咱的人生，咱是一步一步，伫照无共款的年龄，伫无共款的年龄的经历内面，咱咧望即个上帝。大家人望到的上帝有完全共款啊无？无。大家时代，你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阶段，你望到体验到的上帝。完全同款啊，无，因为你若是也阁是一个保持敬畏上帝的人，你即马所望到的上帝，甲十年后所望到的上帝，你的体会无同款。所以，来，咱甲迄个出来记记十三、三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，咱的话语到底来读一下，对不对？来，当我去告诉以色列人。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到这里来，他们会问他的名字是什么？那时我该怎样回答呢？你看到吗？那位正要为上帝做大事的摩西，上帝说：“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，或说自由永有的上帝。”你去告诉他们，那位叫自创始成终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摩西已经担的肩甲头了，摩西也搁伫咧请求讲，上帝啊，拜托，你甲我讲你的名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到底上帝什么名？包括以色列人，因唔敢随便写出上帝的名。咱即摆来讲的这些，拢唔是原本，拢唔是原本。那伫咧赶鬼的时，那伫咧赶鬼的时。换鬼的人常常会问鬼一句话：“你叫做什么名？”在灵的世界内面，常常一项，等我叫出你的名，我就比你较大。OK？ 我会当叫我三个囝的名：保罗、路加、米加。请问保罗、路加、米加？敢随便大胆叫因老爸的名吗？敢不敢？注意哦，
这个就是在属灵的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事。人袂当随便叫出神的名，伫在咱圣经内面这个名。古早伫圣经内面，咱这个讲亚伟亚伟，迄种后来的人天气，拢后来的人天气。原本上帝的名拢是干呐子音，子音是无法度通发音的，完全无法度发音。迄、那个母音是后来才天气。所以上帝什么名？上帝真是什么名？无人知。咱即马即拢是另外一种用另外的方式伫咧称呼，所以但是后来即马有真侪教会、真侪侪牧者拢讲，咱的上帝就是这个名、这个名，然后为着这个名来冤家。你知影有真侪教会为着上帝的名来冤家有无？上帝的名，敢若圣经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甲第二章，上帝名有共款无？恁注意看，看你的圣经。圣经第一章起初什么？神创造万物。起初神创造万物。有的人讲 ，no， 不是，起初上帝创造万物。哎，敢若这个上帝还是神？就无完全无同款的教会在咧用这个版本啊，这类的教会绝对无用，迄类的教会就绝对无用这个。创世纪第二章了后，迄、那个创造亚当夏娃的上帝的名叫做什么名？耶和华。创世纪第一章对头到尾拢是神还是讲上帝？创世纪第二章在咧创造在咧讲，迄、那个创造阿东阿娃的上帝，讲叫做耶和华上帝，这都两个完全无共款。我甲你讲，无共款的名，代表无共款的两个时代，迄、那个时代差几若百年。无共款的名，伊代表无共款对上帝的认捌，所以完全迄个意义代表的意义拢无共款。上帝嘛有名叫做耶和华。上帝的名嘛，上帝是迄个山顶的箭神，所以咱的上帝一段时间是箭神，佫是山顶的神，所以你着逐摆你着爱举目望落去啊，望山。注意哦，圣经内面这个上帝从来唔捌叫你去举目望海洋，海。OK， 咱的上帝一段真长的时间是山神，佫是战神。所以，伫迄个战神的概念的下面，你会当看到，读古约的时，你会当定来看到讲，奉这个上帝的名，然后甲其他的民族遭灭，这拢是战神。但是，到底新约的时，咱这个上帝是主理啊，是要甲人抬下死的？所以，亲爱的兄弟，当你来读圣经的时，拜托，唔通随便提圣经节。那么，伫个代表上帝讲话，迄拢是一个时代人伫个体会上帝，用所体会上帝，伫伊个时代背景。比如讲，其他民族直直要消灭犹太人，直直要消灭，但是犹太人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这个耶和华，然后因搁避伫山顶。所以，这个秘伫山顶的民族所拜的神明，变作山神，变作剑神，伊出来要甲其他的神明对决对战。啊，别人要甲因消灭，要甲因杀死，因当然起来，若杀赢嘛，都要甲别人杀死。所以是伫迄个概念内面，伫咧称呼这个圣，这个上帝名。所以今仔你读到圣经的时，真侪人拢提圣经在咧冤家，小心迄、那个背后实在都爱送人去读神学院。我咧读神学院，唔是干那一间教会家己训练，迄、那个都爱甲真侪其他，甚至爱甲国际真侪
三个对话，咱超前方分享出来，上帝较完整。这个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，原来予人叫做阿拉，你敢知？叫这个阿拉是啥？伫咧称呼伊，回教徒。注意哦，回教徒伫咧称呼的这个阿拉，伊嘛是创造宇宙的上帝，伊嘛是创造生命的上帝，伊甲咱的概念完全同款。因为伊嘛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注意这句话，就是因对上帝的称呼，甲咱、甲犹太人无同款。啊，我佫讲一句话是无同款对上帝的称呼，伊会发展无同款的概念去。迄、那个天主，有人叫上帝是天主，请问这是啥物个叫？各位，啥物个叫？梵蒂冈天主教会，天主教会，天顶地下的主宰，所以叫做天主。天顶地下的主宰，啊，然后咱新教后来就讲，啊，莫讲天主啦。恁讲天主，阮讲上主啦。把迄个上帝甲主耶和华，全甲夹起来变作上主啦。所以恁就看到咱即摆有一寡圣诗开始就无共款啦吼。咱的圣经啦，恁来用新版的圣经嘛无共款啦吼。就是因为我讲的是无共款对上帝的称呼，又无共款时代。嘛咧代表对上帝了解开始有伫咧做一寡变化。我去金门做兵的时，然后我甲一个新妇比利时的新妇真好。啊，迄、那个新妇逐礼拜我若放假，就一直遐甲伊参加伫咧谈论信仰。然后迄个天主教会外口遐打一句话：天公就是上帝。其实金门人我那讲咱的话吼，讲闽南话，哎呀，讲天公就是上帝。请问天公是啥人伫咧讲的？天公是闽南人、河洛人伫咧讲的。天公，啊，到底天公较大还是天父较大？耶稣讲，我将这个上帝介绍给你。耶稣讲，天顶的老爸，啊，迄、那个闽南人讲天公，啊，到底是天公较大还是天公？但是注意听，当耶稣安尼介绍的时候，耶稣是咧讲，上帝有子，上帝无孙。当你若接受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认领你，你就是上帝的子，安尼知无？所以，若教会外的人，因袂当了解恁基督徒足无伦理的呢。什么牧师，你叫因老爸啊，叫什么兄，啊叫因囝，叫什么兄，啊恁无大无小。会记得在教会内面，上帝有子，上帝有孙啊无？上帝无孙。OK。啊！我刚才伫咧讲到，上帝有真侪名，人对这个上帝到底上帝真实的名，我跟你讲，也搁伫咧变化的中间，唔免为着上帝的名来冤家。要讲阿面无？是啊。这个名也搁啊，咱有人伫咧讲，有人伫咧讲。特别是华语的教会，因为用圣经拢用神版的圣经，啊，咱基督教会咱拢伫咧用上帝版的圣经，上帝版，对不对？所以华语教会的人会甲咱讲，恁基督教会恁这个用上帝版的，对上帝没有敬爱，无敬爱，因为人阮伫咧写，阮要写上帝的时候，因要称。我们要称呼神的时候，神前面都要空一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啊，你们称呼上帝，上帝前面你们都没有公义德，所以你们对上帝不尊重。你们听到这款的代志无？有啊。所以我有看到人，就安尼，互人影响，影响啊，到底若要写耶和华，啊，就头前换耶和华，头前换公义德。要听写上帝，上帝头前换公义德。我讲这的人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拜托，咱基督教会的兄弟，你要对家己有自信，唔通随便讲乱教，佮教到一大堆都无影无食，啊，咱佫信个。以前咱华人教会的人佫甲咱讲，那咧写耶稣基督 Christmas 是袂使打叉，讲打叉 Christmas 打袂使打叉，啥物？你讲到基督耶稣，他会使甲基督耶稣打叉？因为你讲这，你捌听到这无？有吼？这种唔捌字的人在讲话，因就是真简单，伫咧读圣经，读两年、三年的圣经课程了后，教会就甲你封做牧师，所以因捌的干呐这本圣经尔。啊，咱学这的人，三日两三晚走，各位小心。现在因伫咧讲，迄、那个打叉袂当用。其实你知影迄个打叉什么叫做什么意思无？打叉是希腊文的 Christ 嘛，希腊文的 Christ 就是打叉嘛。所以真的是有读过原文的人知影这个字，无读原文的人，三个感觉乱三乱转。啊，你知影神甲神的头前是安怎样，都爱让一个，啊，上帝咱无让一个。咱若伫咧用，咱拢上帝头前无让一个，是安怎？你敢知？因为伫咧办圣经版的时候，你无论用啥物版本的圣经，你无论用多一个版本的圣经，那是神版的甲上帝版的，伊的页数有共款啊无？耶稣有共款啊无？页数完全一样。你若用同款的版本的圣经，我讲的是。版本跟他差一个上帝版跟神版，你不能多一版的，那是上帝版跟神版不一样的版本的人，伊迄个耶稣拢同款，耶稣拢同款。啊，你知？那啊，你会去想到，为什么神头前爱让一个无？伊就是当初伫咧编的圣经的人是干呐？无，迄个耶稣无论你到多位，对古约到新约到创，对创世纪到启示录。耶稣拢同款，较袂因为加一字减一字照压去，安尼知影无？所以为着要耶稣同款，就神的头前就让一个，上帝就没有空一个，安尼知无？你若知影你的原始的用意，你都袂叫别人杀你乱上乱走。基督教会，咱是上信仰甲神学关系的一个教会，请。爱倒转来，对家己这个信仰有自信。那这位上帝，咱讲咱伫咧训练新学人，爱出去，爱出去传播福音，爱去甲这世间报告这个上帝，介绍这个上帝。那安尼，这个上帝是甚么款的？这个上帝，伊是宇宙万物，包括生命的创造者。伊是这个创造者，所有的物件对伊出，外靠伊，到尾啊爱等下伫伊，包括咱的性命，性命源头对伊来，性命维持来外靠伊，然后到最后性命结束的时候，咱的灵魂搁等下伫伊遐。OK， 这个上帝充满疼心，充满宽容，这个上帝主持这世间的公平甲正义。这个上帝用伊的智慧甲能力，伫咧治理。这个上帝掌握最后的审判权。那假使这个上帝有仁爱、有宽容、有慈悲、有公平正义，佫是最后的审判者，列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我咱中间有真侪无相像，你拢唔免那么烧钱，到尾咱拢讲安怎？最后谁裁决？上帝裁决，
所以你我咱免人甲人免当甲冤家相争，你甲你看做上好个，就活出来；我嘛将我看做上好个，就活出来。干呐安尼来听，大家人甲伊生命中看做上好个，就活出来。耶稣，予这个上帝一个新的名。耶稣发现这个上帝有一个新的特质，甲人有一个真特别的关系。耶稣逐摆伫咧讲，恁若要祈祷，就安尼祈祷。咱甲马太六章第十节，咱读一下来。来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愿人都尊你的名，愿你在地上掌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，如同实现在天上。”这个家公，恁逐摆祈祷的时，恁都爱。用下人祈祷，用迄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祈祷，所以这个上帝怎突然变作咱伫天顶的老爸？然后佫讲，人一世人真要紧的，都爱来尊重这个老爸的名，咱的生活、咱的性命存在，为了要尊重伊、荣耀伊，然后大家人爱幸福、爱顺服伊伫个掌管，所以伊掌管。伊治理，伊引出，然后大家人爱幸福，伊的旨意，大家人顺服伊的旨意，大家人爱努力，大家人爱努力，上帝啊，愿你的旨意临到伫地面，亲像伫天面。所以你我咱存在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，就是要超越上帝旨意，然后上帝旨意落实通过咱，然后落实伫这个所在，甚至到耶稣要死。伫叫什么呢？伊也搁在追求讲，爸啊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因为伫这个只，因时间的关系，我爱开始跳。咱咧看到耶稣伫咧描写这个天顶的老爸，伊的慈悲，伊的宽容。耶稣讲，上帝国亲像啥？上帝国亲像一个园子。开始出咧外口邀请人来伊个葡萄园做工，然后透早五点出去，看到人伫遐伫咧找要做工，就讲来入来恁入来内面做工，恁所应该得的工钱，我会予恁，我会真公平予恁。然后九点搁出去，看到外面搁有人要做工去，伊就搁叫入来做工，我内面就太侪工当做。你唔通点点徛，入来做工，然后恁所应该得的工钱，我会予恁。中昼十二点出去，佫看到人，伊佫甲请入来。下晡三点出去，也佫有人无工作，佫伫遐咧等，伊佫甲招叫入来。下晡五点佫出去，出去了看到人，也佫伫咧等无工作。耶稣，这个园主拢来，恁拢入来做工，所应该得的工资，我会予恁。然后对五点做到六点，做一点钟，有的做四点钟，有的做几点钟。讲对做五点，对下晡五点就开始发，发一两文。下晡三点就发一两文，中昼十二点就发一两文，早起九点就发一两文，然后到最后，讲透早就。去做五点就去做，原来发偌济一两文。因为迄个时代吼，一日的工资一两文是足悬的价钱。即摆问题来了，当即个透早五点的下，透早九点的发到光，迄个下晡三点的，甲下晡五点的领的钱，甲咱同款，欢喜还是生气？大生气，大生气！开始，大家人联合起来，拿白旗啊，抗议这个园的主人。大家人在那抗议，这个主人有公平啊？无公平？无公平！因为耶稣在这个家里在讲到，上帝啊，按在在看待这世间人。透早想要做工作的，因拢为着家庭，为着饲母囝，
感谢主，因透早有工钱，佮有工通做，嘛有钱通领。佮一两文伫当时，一日是真悬的价钱。然后十二点下晡三点下晡五点的老同款，要会注意哦。耶稣即个伫咧讲着上帝国亲像啥，即个园的主人出去，伫遐咧询看啥物人要工作，找无工作的拢入来。遐的人等到下晡五点拢也无走，因透早到暗拢要工作，然后直直无工作可以做，无主人来甲因邀请。因也搁坚守立场，无离开，无放弃，因为无囝当厝内嗷嗷待哺。因为上帝，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安尼。咱拜六，咱要为着为阮长老的妈妈无缘众生，九十一岁。咱看到耶稣从顶面是架顶，正面一个大中刀，倒面一个果然歹人，歹人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今年你就要到我伫龙门啊！”因为太有一挂人，对少年都有机会伫青年团结，然后也真个安尼成长。有个人到要死以前才告别。你看到啥？你看到是无公平吗？你看到是无应该吗？但是有另外一种的人看到，上帝啊，你太遐尼疼他，上帝啊，你太遐尼慈悲，连我也滴滴疼。耶稣在讲，浪子回头。耶稣在讲，这个上帝用一头照好人。然后就给歹人一日到暗拢在落雨，是无？无。耶稣心目中的上帝是，伊用日头给好人，嘛给歹人；落雨给不义的人，嘛给义人。在上帝面前，上帝拢用好用慈悲对待每一个人。然后一日到暗，咱们来讲上帝盼起囝，上帝盼起囝，侪人啊，恁着转来。知影上帝才会疼你，因为这个是咱的主耶稣伫个对咱伫个显明的上帝。啊，教会伫百多年前伫个训练人才出去传福音，今仔日是是咱伊的纪念日，咱我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好无？有人想法，甲点落来。这是台南新安。台南神学院源自1869年传道师杨成班。并于1876年合并成为台南大学，经台南神学院前身，学院建筑堂皇肃穆的屹立阜城台南，百年来以服侍台湾社会为目的，将上帝的福音与旨意落实于乡土，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学。苏克兰的医生马阿伯医师来到台湾，伊伫遮为迄个建筑而开始设教会，都是因公。教会若是敢若靠外国下只来传道，安尼唔好，爱有本土的，所以请一个来，一个名叫做华天的牧师啊，华天的牧师来开设军营学校，华天的开设的啊，外国人来做的啊，台湾人受训练，拢用台语来教。本校到今年140年后，也搁咧用本土的语言用台语来教的。这位为我们介绍马雅各医师与巴克里牧师的雅大伟牧师，为台南神学院中诸多的外籍牧师之一。从他的口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台南神学院自百年前成立至今，始终以培育优秀的牧师与侍奉者为目标，
深耕于本土，培育人才。其实在这里学生们都还蛮自制的，就是处理学校的事情，啊，学校里面的一些公共事务，就是学生都非常的参与。那来到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受到很多的，就是升学上的一些知识也好，还是技巧也好。男神他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，然后他也是我们台湾军长教会跟普世连接很重要的一个点。咱新人伊伫即个日本人统治诶时，因为要求校长伫啊日本人来做，所以咱有关校。啊，伫战后，有一个台湾人诶叫做黄宗英老师，啊，伊正做台湾新人诶院长，啊，伊是对英国诶剑桥大学转来，所以开始建设一间学院，正做亲像剑桥大学诶即个校园同款。啊，咱伫即个礼拜堂诶看到即个新人伊诶即个 mark 吼。啊，咱看到新人伊的校训，就是上帝拣选我，吼，不是我拣选上帝。这个礼拜堂会当代表啊，这个台南新人伊的这个精神。三分之一，咱的兄弟们，这个百姓吼，啊，都会当敬拜上帝，参与伫这个公社的这个教会吼。历经百年风雨，在第三任院长黄昌辉牧师时，定立神学院的方向。以本土精神出发，关心社会公益，要将上帝的旨意落实于台湾这片土地上。伊从这个普世吼，就参加参与伫这个普世的这个运动，啊，这个精神带来新行业，啊，这是即卖台湾新行业，就是啊，阮国际学生伫遮，啊，有参加这个世界传道会，啊，过来第二个是伊真认同这个本土啊，台湾的这个教育。所以发起叫做初建化的这个神学，就是咱所做的神学要甲台湾的百姓活动来当结合，鼓励学子走入社会，去正视台湾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看见每一个地方需要神帮助的人们，同时也吸引许多外地学子来台就读，学习这样的精神。台南新学院的教育是真自由，所以咱听无同款的意见，无同款的看法，也算这嘛是一个新的学习，会当看台湾这几年的变化，个新的看法。The school is very open-minded, and I am able to see a lot of things in a very various perspective, and learn a lot of different approaches, whether it's to ministry or just to the views of Taiwan.即马新学院有主要三个科系，啊，就是新学系，啊，有教会音乐系，啊，甲宗教社团系，啊，希望会当甲即个土地，吼，甲台湾新学经营做台湾教会发源地，啊，邀请一个人会当来台湾新学院参观，啊，所以阮用心啊，希望会当做感动人的代志，啊，互即个灵动的台湾啊，参与伫即个普世。台南神学院百年持续以上帝的爱与关怀。来服侍台湾教会和社会，持续建设台湾，成为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国度，为乡土营造美丽的愿景和传递福音契机。愿上帝赏赐哦，愿你嘛成做一个传福音、报好消息、报好消息的人，愿你继续来以祈祷，嘛送优秀的人去为着上帝的国打拼。三个人祈祷，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在每一个世代，你拢做着主的主；在每一个世代，你拣挑侪侪，哪敢那看做无路用的人，总是真侪这个世间的福音的调教，真侪忠实的萝卜，付给家己一个服侍需要的。那愿你的听，你的福音在各世代受保佑。我们在你面前祈祷，愿你听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